点啊 ，designer 新嚟先一个月，点解要辞职啊？老细。嗱，我哋间公司咧就出名冇乜压力噶啦，系嘛？喂，你第一日翻工 ，lunch 想食咩啊 ？OK 喎，冇咩所谓噶喎。啊喂，哇咩嚟噶？事啊！哇，有个 designer 压力太大，跳咗落去啊！几好啦。啲 client 都好以华为啊，都冇乜点刁难你啊。真系 client， 你要啲人喺晒度。咁多位设计师，知唔知呢个 logo 系边个设计噶？冇入过啊！知啊，冇错，救命啊！你个 logo 啊，改咗85788次，玩鬼鬼咩？哈！你唔知死啊！唔散我啊 ！client 完全都冇刁难过我啊！咪就系咯，咁点解要辞职啊？收到。老细，上你公司 client 杀到埋嚟啦！吓，真系杀到！咁我辞职信点啊？唔批啊！喂 ，designer， 阵间一开门，你同我第一个冲出去啊！叫你哋改稿唔改稿，叫你哋改设计，你哋阿姐阿叔啦，写写地方叫我啥？呢次仲捉你唔到？咪讲我喂，我净系想辞职噶咋？原来你就系唔肯改设计嘅设计师，难道你唔知 client 系大晒嘅咩？收皮啊！哎呀，唔使惊，我嚟讲你吓。收屎啦！我今日点都要迟到职噶啦。哎 ，I am back， 老细，今日交信，月尾 last day OK， 唔使知啊。哎呀，仲多枪添。喂，有啊，死咗片。经济咁差，我死都唔俾你辞职噶啦。好后悔，考虑咁耐先辞职，你唔好死住先啊 ！No way， 今次真系 delay 到魔咯。Oh my god！